选的歌曲呢，其实就是像刚刚就是有讲有一些年代的歌曲，那我们就是选了一些自己很喜欢的很经典的歌曲来跟大家分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唱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很适合大家一起唱的歌，然后虽然年代有一点久远，可是应该都是有听过。这首歌曲呢，就是来自什么？欧阳菲，我刚刚在讲凤飞飞，是不一样的人、啊。就飞啦，就对，就是飞。对，欧阳菲菲这首《爱的路上我和你》。怪的，收讯不好，没关系。
们一年有一次的确实机会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上半场的歌曲。哇，刚刚有跟他预告说，就是我们中场的时候呢会播放一支 MV， 那这支 MV 呢是全球首映哦，全球。连我们自己都没看过的 MV， 对，真的，对，这首歌曲呢是，歌名叫做《快乐愿望》，嗯、那是其实它是佳佳的创作，嗯，对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在铁花村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喜欢唱这首歌曲，然后后来就发现女生唱也是蛮好听的，一定是这样子觉得。然后呢，所以我们就录制了这张，这首歌曲在一张叫做。铁会唱歌的蓝房子这张合集里面，那这首歌呢应该也是就是认也不能说认真啊，反正就是有 MV 首映会的歌，然后也有在各大数位平台都可以听得到。对，不管是反正你手机拿出来可以听音乐的 APP 里面都会有。那所以这首歌呢叫做快乐愿望，待会就会在那个投影幕那边播放，大家可以就是稍微转向，然后在播放的同时呢，如果你们不想错过的话，你们就等播放完然后再去点饮料，因为下半场呢我们会需要跟大家一起来唱歌跳舞，所以做好准备好不好？好，嗯，好，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快乐愿望 MV。 yeah, yeah!